我们寨主已经答应把霞妹翠花许配给我了，你家掌柜要是娶她，那就是跟我抢媳妇儿。哼，就是我答应，我这夺命追魂鞭也不答应。大金刚，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。这翠花姑娘可是自由身，怎么也轮不上别人给她安排婚姻嘛。 你说的没错，霞妹现在的确是自由身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本姑奶奶如果把她给抓起来了，她就不再是自由身了。对呀，<笑>你回去告诉你们家掌柜的，这霞妹翠花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送客，等会儿，还有件事要说。行，让他把话说完，说吧。 我们家方掌柜的，让我来给寨主打个招呼。喜酒是不请寨主喝，明日吉时，我家掌柜的就要成亲了。这，你等等，你们家方掌柜是怕了吗？啊！<笑>没错，姑奶奶，你可答应好给我做主的。你放心，姑奶奶这次。 这个主给你做定了！哎，绑起来！抓到他，我要把他活活的给撕开。宋百钧，只要关东军，不是关东军，是你。我？你不是一心要重振康田家族的雄风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 康田家族为大日本帝国建立赫赫功勋的机会来了，杀掉梅姑，剿灭相庐山土匪，还有，消灭游击队，这可是大大的功勋呢。宋百钧，我没听明白。你很快就会明白。高炫恒一是谁？是我妹夫。康田惠子呢？ 我妹妹啊，统统都是康田家族的人，统统都是大功啊。你妹妹是干什么的？开豆腐店。不，她将会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二个川岛芳子。川岛芳子？我有一个绝密的计划，如果成功了，天皇陛下就会重新御赐你们康田家族的名号。 到时候，你父亲就不用再军中服役了，还可以衣锦还乡。可宋满君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你很快就会清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做事情吧，我还要精心设计一下。等计划成熟了，我就会通知你。嗨，站住！ 康田君，人就齐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铁黑行动。班主说了，明天八点准时在方家头开路。好，来来来，好。哎，那边准备怎么样了？小旺怎么还不回来？玉哥，你先走，我在这等。你说那梅姑会不会难为小旺？难为小旺是肯定的，好在小旺东匪道的规矩。 而且他跟草上飞还有些交情，梅姑也不会太过分吧？把所有的兄弟全部都带去方家屯，等喜事办完以后再回来。于哥，那个戏班老板说吧，等过几天再办呢，说名角们都回来了，只是图个喜庆，有没有角无所谓。于哥，真的要明天办吗？
那还有假的吗？这根本就不是你的性格。你一向是安普当车的，这人生大事，你也太仓促了吧。等到明天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留守在这里，千万不要离开。好嘞。还有，出城的时候，千万别招惹那些浪，他们就等着惹事。 别给他们空子孙，你放心。宇哥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小旺没回来。哎，嫂子，你和宇哥，你们先走，我在这儿等小旺。好，出发。走了。哎，大宝啊，我去那边转转啊。好吧，我去了啊。好，让，快点。 兄弟，哎，来三个饼，一碗汤。好的，你们用啊。不是8月15吗？突然改在明天了。方振宇还请了柳树河的戏班子，在方家屯。没错。方振宇果然是机警过人。爹，咱非得走吗？ 不管这房子卖还是不卖，都得走。这叫啥世道啊！这是咱的地，咱的房，为啥非得走啊？不是说国破家亡了吗？连张大帅都死了，那不还有少帅吗？还有几百万国军呢。哎，都蔫了，现在也没人护着咱了。楚王，爹。 去收拾收拾，这几天就走。那妹子呢？俺不走。都走。爹，好了，赶紧回去收拾，越快越好。走吧。爹，小日本有那么可怕吗？爹从来就没有怕过他们。那咱们都走了。 不是怕他们是什么？爹不是在这守着吗？爹，我陪你，让哥嫂他们一家走。你们留下一个，就多一份累赘。你们都远走高飞了，爹也就没有牵挂了。留下爹一个，好好和小日本斗斗。刘辉呀，你放心。 爹的命硬着呢，爹，兄弟。 里边待的滋味不错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为什么还不放了我？兄弟，不要担心，等我媳妇来了就放了你。啊？呸！罗小娃，你也是跟草上飞混过的，你应该懂规矩啊！得得得，不跟你计较，等我回来喝酒啊！<笑>你去哪儿？六里铺，我刚得到线报。 满洲里有马帮来，梅姑带咱们把他给劫了。布伦贝尔的羊肉不错，等着。喂，喂，喂！对不起，老爷，那个叫康田的日本人又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来的真不是时候。那我们还走吗？ 应付完了就走。陆老爷，哟，陆小姐也在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田不卖，房子自个住着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二狗子，送客。哎，请。陆老爷，晚辈这次来。
不是为了田，也不是为了地，我是来给您报个信，救救您儿子吧。什么？吃一个啊。嗯，明天我们去林口好吗？嗯，好，只要你们多吃饭，大口大口的吃，明天就去林口啊。我也去。行，好，明天啊咱们去林口看爷爷啊，赶紧吃饭。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你他妈王八犊子，不就是卖房子吗？我卖还不行吗？啊！现在说卖，晚了。孩子他娘！小鬼子，我找你八辈祖宗！孩子，孩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啊！柱子，快跑！那些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梅姑，都准备好了。站住！看你往哪儿跑！走，快去看看。害得姑奶奶守了半宿都没接到马帮，沾了一手的血腥，一个子都没拿着。行啊，也好，就让姑奶奶今天送你们回老家。月荷呀，别哭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爹，我跟一家死得多冤呐，就这么被杀了。你说憋屈不？咋不憋屈？
这小日本他演的是逼宫啊。那个叫康田的兔崽子，他就是黑龙会的二当家的。他已经放出话了，再过两天要是再不卖房子卖地，他就……爹，你想卖呀？卖？爹就是把这房子烧了也不卖。那还愁啥呀？跟他们拼了。咋拼呢？咱就堵在门口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你不要命了？都变成这样了，咱还活着有啥意思？要拼也是爹的事儿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爹，天没黑的时候，我路过方家屯，我碰见了方少爷，我想让他帮忙把你给带出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闺女啊，听爹的话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。爹，听话啊。咋不吹了？事儿太多啊。你不是说明天的太阳是灿烂的吗？当初真不应该让小旺去梅姑的寨子，如果是我去的话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女人和女人之间会比较好说话。未必。翠花，我倒不担心小旺，我知道梅姑她要的是什么，她不会对小旺怎么样。我是在想，关东军，你想的是关东军如果进了临河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正北货站还能不能继续下去。是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不管天下多变，只要我们努力，我们正北货站总有一席之地。不管是谁的天下，我想我们总归还会有事做的。现在呢，国不是国，家不是家的，哪还谈得上什么事业？所以我爹参加了抗联，打击小日本，就是为了护国。我真不明白，张学良有那么多的兵，他不打小日本，这抗联有多少个兵，有几条枪啊？直到我爹死的那一天，他拿的都是家里的猎枪。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。宇哥，你别多想了，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我吴翠花这辈子都跟定你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在等天下太平，等我们的货站能够发扬光大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上刀山下火海，一样都是好日子。
这块玉是我们方家的传世宝玉，我给你戴上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玉佩在，就如同我在一样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。你先回寨子等信儿吧。哎，美姑，这翠花可是我的媳妇儿，你让小金刚去行吗？别沾着星就护食，这侠妹翠花还不是你的人呢。美姑，别废话了啊，小金刚走驾。是。
大毛，咋的了？小旺呢？还没回来呢。还没回来？这一夜都没回来，我和宇哥都要担心死了。嫂子，要不说我们大伙跟着宇哥和嫂子心里踏实呢，都这个时候了心里还惦着小旺。自家兄弟能不惦记吗？宇哥说了，他再不回来的话，今天中午他就去梅姑的寨子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再去找找。哎，你现在是新娘子，你怎么能去呢？哎呀，这不还没拜堂吗？空等着就不能见客，不如去屯口等等小旺。大毛哥，王掌柜来了，说要见你，就在那边。嫂子，去忙吧。好。是霞妹翠花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梅姑寨子的二当家小金刚。小金刚，骆小旺在哪儿？我正是奉梅姑之命来送骆小旺回方家屯的，现在林子里。在林子里？梅姑说了，放骆小旺可以，但得跟你说几句话。去不去呢？随你，我是把话带到。随意啊，谢谢大家光临，谢谢啊，快点力气啊，一会儿打赏。掌柜的，山上有人。好像是吴翠花啊。不可能吧，吴翠花今天和方振宇结婚。不管了，咱们走吧。就大毛，哎呦，罗掌柜，啊，你们掌柜的啊，在屋里呢，你里边请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。哎，宇哥，您慢用啊。方掌柜，罗掌柜，你还真的来了。哎，你这大喜的日子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啊，除了送酒，我还带来了林和的消息。大毛，招呼下客人。好，王妈，上茶。请。好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，卖点力气啊！去招待客人吧，把门关上。是，少爷。商会的就汪掌柜一个人，东城的帮主，二道口的大当家，还有王铁匠，一共绞死了四个人。汪掌柜，为什么要杀汪掌柜呢？梁行啊。事都办妥了，进去呗。哎，里边请。哎呦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哎，慢走。爹，日本人。哎，他们好像也是去方家屯啊。爹，你不是说？这小狗崽子都巴结姓方的吗？那他们去方家屯有啥好奇怪的？今儿个是什么日子？这方家屯好像是挺热闹啊。走，咱去看看。等他们过去了，咱再走啊。爹，你怕小日本啊？让不是怕，躲不一定是避啊。凡事有利为先，无利决然不为，懂不懂？嗯。啊。一切皆为利啊。世界上所有的战争，说到底，都是为了资源。所以，
日本向我们开战，那是迟早的事情。东边蛇，西边象，田掌柜说的形象，蛇腹吞象。蛇腹吞象，看上去不自量力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中国人一直像一盘散沙一样，那么，象只能是纸上的象，徒有其表，蛇腹就真能吞象了。就在咱们不知不觉当中，已经有大片的土地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据说在大连的海边，有一个中国人不小心迷了路，进了一个村庄，结果发现那里面全是日本人，他倒被当做了入侵者，受到了日本国法律的处置。荒唐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参加房掌柜婚礼的。我们少爷再三吩咐，这是家庭聚会，没有邀请外人，请回吧。少啰嗦，去通知你们房掌柜，说松本大人到了。余哥，松本太郎来了。带了多少人？五个狼人。哼，到底还是来了。罗兄，你先歇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放肆，让开。少爷。方掌柜。松本先生，失礼了。啊，方掌柜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路过方家屯才知道有大喜，老夫厚着脸皮来讨杯喜酒喝。哪里哪里，既然松本先生来了，来了就是客。方掌柜性情豪爽，还给我这个面子，谢谢。松本先生，请。啊。爹，那个日本人是谁呀？是松本，这个人就是黑龙会的当家老大。他就是那个死狗仔。真来对了，找他陪哥嫂一家人的命。哎哎，月和，你看看你呀，你没看今儿是什么日子吗？听话，跟爹回去。今天可是方少爷大喜，咱不能搅了他们呢。咱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能对不住方少爷了。此话怎说呀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再让他偿命。哎呀，你没看见那么多浪人吗？爹话，跟爹回去，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走。咱不回去，现在就进去，再让父老乡亲们知道我哥一家人是怎么死的。可人家在办喜事呢。我知道，可是咱们真的是无路可走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对不住方少爷了。这也太不识趣了吧。爹，人家现在不还没拜堂成亲吗？要是拜堂成了亲再进去，那才叫不识趣呢。趁现在，咱们赶紧进去，走。哎，那也得看啥时候合适嘛。当着方大少爷和那老婆犊子的面最合适。再等等，刘和，再等等。雷姑，松本那个老贼来了，要不咱们空手干了他。那干嘛，人家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别扫了人家的兴。咋样啊？那就一个字，叫俊。那跟小金刚比呢？哼，一个是张飞，一个是马超。一个张飞，一个马超。去把他给我叫进来吧。是，梅姑。怎么叫的？梅大小姐。去吧。你先去忙吧，老妈。是，少爷。方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
哎呦，恭喜啊，黄老板！谢谢啊，请。好好好，别动！梅大小姐要见人。梅大小姐，梅大小姐是哪个屯的？见了就知道了。请吧。这位是哪家的小姐啊？朕与有失远迎，还请宽恕。宽恕就免了吧。都说不知者不为过，我呢，是你自己家的人，娘家的人。娘家的人，娘家人可姓吴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姓吴。你当然不姓吴，梅姑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哼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小旺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能咋样啊？他可是你的兄弟，自然就是我小叔了。我不想无礼，虽然我们早有耳闻，但我们素不相识。我佩服你，你是巾帼英雄，但我们是两股道上的车。是车总会有撞上的时候吧？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。方振宇，请你不要辜负我一片好心。不是辜负，是我受不起。今天我跟吴翠花结婚了。是，今天也是我来通知你，你们的婚礼取消了，告辞。里面请。土豆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蒙面女人走过？没看到，少爷。爹，你看方少爷好像在找谁呀？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爹，要不趁现在咱就过去找他帮忙。哎呀，你看这都是浪人呢，咱们怎么过去啊？等等再说啊。谢谢啊。好吗？翠花呢？翠花，我进屋没见着她呀。宇哥怎么了？翠花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梅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土豆，哎，赶快召集弟兄们一起去找。好。到屯子周围去找一下嫂子，快点。是。宗本先生，那姓方的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帝国的伟业不是靠咒骂而成的。嗨，按照原定计划执行。嗨。来，大家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小胡，你带着他们到那边去找一下嫂子。好。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能出啥事儿啊？好像和新娘子有关呢。新娘子？爹，现在就去。哎，这不好吧？瞧瞧瞧瞧啊！哎呀，咱这兄弟真够意思，把我媳妇儿给弄来了。谢了啊。我这就想过去。哎，梅姑可说了，姓方的不当，你不能碰他。哎，我说小金刚，你还真想让姓方的把你挤下去是不是？怎么着，被我戳到痛处了吧？哎，你们两个听好了，谁都不许让他进去。我走吧。哎，这，哎，兄弟。啊！你！
罗小旺，梅姑到底啥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你就别想着走了，太阳下山，你宇哥也来了，你就等着喝双份喜酒吧。什么意思？双份喜酒？一份呢，是梅姑和你家宇哥的，另外一份就是我和霞妹翠花的。呸！别呸了，叫姐夫吧。啊，把我伺候好了，有的是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嗯，他娘的，你个狗日的王八犊子，多棒去吧！呸！想。